哇哇！你好，可乐。你好，呀，山鬼老师，弟弟老师，嗯，还有个老师没看到吗？江海老师这是在干嘛呀？听说过江海老师大名吗？听说过，他这是在干嘛？抖腾舞。跟江海老师打个招呼啊！你好。啊！江海老师，那什么，那个小时候发过高烧，你别笑话他。治好了也流口水。跟江老师聊聊天啊。对，跟老师聊聊天啊。江老师，你给他放大呀，谁是房主？给他放大呀，山鬼。成闹心了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这个就是咱们在那个咱们新天外，哎，这会儿咱们新天外旗下的，就是那个游园会的现场的我们的歌手，就是超帅的江海老师，是他没错，就是接待咱们星光女孩，不是接待咱们那个新天外女孩，然后给新天外女孩签名的江海老师，没错，就是他，名不见经传，怎么样，可乐？咱们说江海老师，你这么使的，还要整多久？我不知道。不是，我们没让他整，他自己想整的。我没让他整啊！啊，你怎么你有整吗？啊，有他坐下了怎么？你不是不想让我整吗？不来了吗？那我不整了。那不是你自己想整的吗？那不是你自己想整的吗？对啊，那我不想整了，那我坐着了。啊，好，江海滚刀。那山鬼你罚他吧，咱们还没罚呢，那不是他自己想弄的吗？我还没罚呢，那我罚你了。那我让可乐出去，我们再拉一个。正式罚你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别欺负老师了，别给江海玩死了，今天玩死了，连到大明星了，今天是吧？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，开心是吧？开心，我必须得给山鬼老师，赶紧你也跟他一起，开心，跟江海老师多聊聊天，